蔡淳佳的表演。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，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，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，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，差一点骗了自己，骗了你，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，我知道被疼是一种语气，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，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，仿佛还是昨天，还是昨天已非常遥远，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，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过都是那路口，感谢的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温柔，那一段我们曾心贴着心，上一句歌词要看一下，来请看上一句歌词，昨天今天后天大后天还有星期五你在唱什么啊，这个我真的我可能要用资源了，确定确定，三种救援方式分别有好二人帮，一送一，三提示，请问你选择哪一种方式来帮你？我觉得用二人帮会比较好。真的？哎，你不能看他们。游戏的规则，你不能回头，他们都跟你摇头就不能用。但是我不要变老鼠屎。One, two, three. 威廉，没有，我们在说一二三，我们。对呀、啊。One, two, three. OK， 我这样子好了哈，我那个三选一好了。三提示。是是是。确定用三提示，三提示给他，三提示这个资源有三种选择，那一段我们曾心贴着心，我想我更有能力关心你，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，我想我更有资格关心你，这个里面有八个字是一样的，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，权利听起来比较顺耳，你决定，我想我更有资格关心你，我觉得是权利吧，我选第二，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，是这个选择，是好，没错没错，请给我那四个字，锁定歌词，锁定歌词之后关系到2000分，是权利这两个字吗？请揭晓，我觉得蛮紧张的，差一点就归零了，差那么一点点，唱得这么好还归零，我要是我晚上都会睡不着觉、啊、待会回去再给你的同事们好好的加油打气一下，跟着我一起，跟着我一起在这边宣布进广告这件消息好不好，好，休息一下，回到我要唱下去，掌一吼 music，欢迎石信惠第三棒，谢谢，压轴这个棒不是随便被办出派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觉得压力好大、啊、你从2008年12月开始发你的新专辑《女皇》，
对，女王是你的第几张？个人专辑来讲，应该算是第三，第二张。个人专辑的第二张，而且呢，你基本上除了唱歌，还喜欢演戏，对不对？对，演舞台剧也是。舞台剧剧名叫做《天冷就回来》，对，天热就出门，是不是？天热就洗衣晒衣吧，好太阳啊。哦，冷不冷啊？问题是新加坡没有什么冷的天气啊。对，最冷就在冷气房里面了。最冷就是冷笑话还不好笑，就真的超冷了。说得很有道理。像我这个 case 啊，没有啦。伟廉，我在给你讲过几次，不要再认为你说的都是冷笑话。他其实太维护我了啦。我知道，我懂。干嘛那么暧昧啊，两个？哎，淳佳，我不许你这样子。都是一家人啊。伟廉。华纳一家人嘛，我们的华纳，我以为你们三个，你三个娶一家人。不是，来了，所以接下来挑战第三关，5000分，选项有哪些？请看：寂寞树、伤心流泪、脍炙人口、孤独的男人、转角遇到爱、昆虫天后忘了起床。是我要选哪一个可以跟他们讨论，对不对？讨论快一点就好了。寂寞树啊，对。他听得懂我们的，你们真的听得懂啊？当然。所以，不不不不，我跟着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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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寂寞树。OK。好，来。寂寞树。还有哪两首歌曲？请看。98年李宗盛的《寂寞难耐》，以及齐豫在94年的《橄榄树》，两首歌哪一首？橄榄树。哎呀，橄榄树吗？对。好，所以选的是齐豫94年的《橄榄树》这首歌，加油啦！第三棒，时间会挑战5000元的歌曲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。我的5000块快来，快自己来。你压力真的太大了吧？自己来，五个字，七个字，七个字吗？上一句歌词是，前面两个字我不能，前面两个字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懂了吧？我的5000块快快，什么？我的5000块快来，什么东西啊？刚才我唱的，是这一句吗？锁定歌词，快点来！绝对不能够这样子乱来啊！要不要救援？当然要救援。要救援。选择的救援方式分这两种：二人帮，一送一。二人帮。看着我，来看着我，看着我。因为两位你要选一位，你为什么看到我就会吸口气感？很烫吗我 ？You are so hot。你看，这两位二人帮只能选一个人，你要选择的是伟廉还是淳佳？淳佳。淳佳，请出列，掌声欢迎。应该可以帮得了他吧，我想。希望哦，两位请站在一起来。那个，不要害到他。从上一句开始唱。为了三千清流的消息，为了宽阔的草原，为了什么？为了宽阔的草原。把这个七个字打出来，为了宽阔的草原，是不是这七个字？应该是吧，因为小溪之后呢？就是看到草原了吗？这个是那个 common sense， 我觉得。确定，请给我们那四个字，锁定歌词的四个字。锁定歌词。这个二人帮如果用得好，5000分就站到那个位置了。为了宽阔的草原，对还是不对？请揭晓。